好，我要复仇的角色宋丹青。哎，你笑我！你那俩尊公孝顺问到宅上跟我结婚，那是你听到这声的时阵，那是爱情的猫滚。那我需要仔哥配合我。啊？千万不能错过，因为第一集没看到，第二集就看不懂在演什么。没错，真的。其实每一集衔接的都很好，就你看到最后，你会想要赶快看到你的戏。嗯，对。就是要看志熙跳舞啊，对，打架一下。会不会一下一阵风潮？对，天道之路。然后要听仔哥绕英文啊，然后他也是绕英文。要看他牵狗，看他赛车，他牵着狗。哇，我觉得什么招都出了哎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，就是说长官愿意给你这个信任嘛。因为就像你们说，嘎戏真的很容易角色错误，但是也是一个挑战。那我觉得这一次克服之后，之前的辛苦都值得，因为这是个成就感。那在戏里面呢，我是非常讨厌这个邱先生的，是邱先生。我吗？对，很辛苦的打下。哇，打惨了！哇，打惨了！对啊，那一天。你知道我现场等多久，就知道他们两个。是老大，今天不是的。可以点菜哦。现在可以吗？现在可以啊。如果你要看我演什么，他会演那么深情，他很兴奋要点菜。没有，这边分你。这边走两，这边四个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选你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妈超爱你。哦，那你跟妈讲说，是什么妈？我想带她回去。然后说叫她有机会陪老人家吃饭。要不要家里吃饭了？是不是？阿强啊，不要误会啊！阿强啊，你卖狗回啊！天道他算是后面的一个压轴人，对，我们里面最晚一个出来。所以我跟大家都有关系，但是都不能讲。对 ，OK， 再小爆点一下。黄轩坐旁边喽。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你现在先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你们安排的嘛。为什么？我只是单纯坐旁边而已。